断的把它合并的话，哈，因为是 A 模式，所以它不断会膨胀，会一直越来越大。那怎么办呢？当然我们要需要检查。所以呢，理论上哦，应该怎么样？当它，所以我刚刚有提到，你可以用 OS 里面的这个几个方法哦，包含就是什么？包含就是 OS 的那个方法里面的话呢，当然包含，你要先 check 它是否存在。如果它存在的话，就要把它 remove 掉。那其实写法也非常简单哈，就只有两行程式啊。我觉得，在 Python 里面的好处就是它的叙述方法其实非常的直觉。那怎么写啊？基本上就是一样嘛，在 import OS 下方哈，因为当我们要合并档案之前，先检查一下，所以 if 什么呢？OS，因为我有 OS 里面的 path，在这个 path 里面哈，我用那个 exist。那 path 给他，那个 path 我要怎么给他呢？基本上哈、哦，去检查某个档案啊，因为这个某个档案在这里，所以其实你可以哈、哦、偷懒一下，把这个包含那个小 r 没有，把它复制，直接就放到这边就 OK 了，好，把它贴上啊、哦，然后一个冒号 enter 一下，OK，特别注意哦，因为我前面讲过了，如果说你这个字串哦，没有经过那个什么加串接的话，前面加个小 r，你就不用再补一个拖曳字元了，好、哦，直接就一个 r 就可以。不过前提是哦，你像刚刚这种情况会串接的话，那这个就不能用小 r。但是这个是完整的一个字串的话，中间没有串接的话，你加个小 r 就 OK 了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一招蛮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路径很长一串，你要一直加那个。啊，反斜线哦，每个都要加两个，其实也蛮麻烦的。用这一招的话呢，很快，哎，只要把路径贴过，有没有？所以帮我检查一下，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目录里面呢？有没有这个档案？如果有的话，做什么呢？如果为 true 的时候，要帮我怎么样把它删掉？啊，删的话就 OS 点什么呢？点 remove 啊，哦，所以蛮好记的吧？remove。那 remove 的话呢，就是啊，哪一个档案一样刮胡？那里面的话哪一个档案？啊，就那个档案嘛，所以呢，很简单的方法了哈，偷懒一下，直接呢，再把这个复制进来，这样就 OK 了。啊，如果它存在，那、啊、就把它删掉，不是这样子，OK。所以其实还蛮直觉的，我觉得在那个 Python 里面的蛮多方法都还蛮直觉的。那只是说哈，可能要慢慢熟悉，有些东西不用死背，真的有这东西其实都不是背的，反正你很直觉嘛，如果它存在就把它删掉嘛。哦，不就这样子哈、哦，不过待会哈、哦，可能可以想想看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，我是希望怎么样，有 O 之外哈、哦，这些要把它删掉，诶，那什么，那你不能删错哦，O 要留下来，其他删掉，诶，这要怎么做啊、哦？想想看，哦，反正就是第一个你要知道目录里面有多少个档案，那除了 O 以外的档案都把它删掉。所以你要逻辑判断，如果不是 O，就 remove 掉，哎，所以这个一样要跑回一圈啊。想想看，方法可能一定不止一个，只是说你要写简单一点，你要每一次写一大堆哈，越简单越好。OK 哈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。那试一下会不会一直膨胀？像刚刚的话哦，如果我没有用刚刚判断的话，它会越来越大。那现在的话，把它执行的话，你会发现它应该理论上哦，你怎么执行它还是86。再执行，它应该还是86，永远都是86，不会膨胀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会 check 一下，如果有就把它删掉，删掉完之后再产生一个新的，所以永远都是最新的资料，一定是有啊，就是最新的那个，而不会说一直重复的帮我们 update 哦，所以一定是最新的那个 data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要 always 去判断一下哈，OK。这个是利用那个 OS 的两个方法哈，那最后的话我要讲一下，就是说，哎，刚刚有用了一个方法哦，那个方法就是这个 DIR，那这个 DIR 怎么产生的？我们刚刚有讲过啊，其实是从什么？从那个 DOS 底下，啊，所以这个 DIR 如果不存在，我刚刚讲过了哈，我们是透过什么？这边点一下，然后 CMD Enter，直接在这边打 DIR，哎。可是哈、哦，如果呢，我不希望怎么样？像每一次，如果说你都要手动一下，当然其实不困难，只是说呢，你每次都要在这边打一次哦，其实也蛮麻烦的。
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哈，可以让它怎么样，就是自动在 Python 程式里面，哎，就可以自动帮我 DIR， 自动帮我输出一个目录，自动去读取，这样 OK 了，哎，我就省，这是等于是方法二哦 ，OK， 也就是说刚刚的方法是半自动，但是现在我要把它变成什么全自动，所以如果你会这个方法，你不会 always 点 work 也 OK 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一样可以输出目录，一样可以知道那个目录里面有多少个档案嘛，哦，所以两招都可以，只是说哪一招比较好，反正做得出来都好了，做不出来什么都不好，对不对哈？所以，哎，那怎么做了？顺便分享一下，因为这个也是偶然间哦，反正我看一下官网，哎，有这个东西，试一下，发现哎还蛮好用的。那个方法叫 always 点 system 就好了，后面的话你就给它一个 command， 那 command 的话就是你把后面这一串哦放到 command 里面就 OK 了，非常好用哦。所以呢，我们跟各位再讲一下第二个方法哈，那怎么做呢？ OK，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这个判断履目啊，待会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那个什么呢 ？OS 里面哈去执行 Windows 里面的命令提示哦，命令提示那些命令哦，你都可以去 run 哦。我发现试一下，蛮 OK 的，而且还蛮好用的。也就是说，将来如果你要 run 哈 Windows 里面的所有的命令哦，都没有问题，有点像是你那个 Windows 键加 R， 你只要在 Windows 键加 R 里面可以 enter 的啦，可以执行的，你通通可以把它放在 OS 点 system 底下，也都可以 run 成功，啊，没有问题。比如说我们后面其实还可以加一个功能，什么功能？我希望呢那个 O 做完之后哈，干脆不要 print 那个，不只是合并完成啦，顺便干脆帮我把那个档案打开，直接帮我把那个档案打开，哎，有没有？直接把 O 打开。那以前我们要手动嘛，有没有？现在手动把 O 打开。那现在有没有办法哈？合并完就自动打开，那不就更全自动？好，啊，有没有办法做到？有啊，怎么做 ？OK， 也可以 try 一下哈。